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悬崖村熊二。然后今天的话，从悬崖村山顶上专门飞了一只羊下山去过火把节。啊，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又到了，希望明年大家也来，跟我们一起过火把节。阿龙，啊，我们现在的话就到这个半妖山了。我们山上所有比较年轻的都下来过火把节了，然后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每个人点一把火，在天梯上过火把节。祝大家火把节快乐！阿爸。选择，也许你在想，我也想知道。